姐姐，你不会骗我吧？不要骗我。不会的，姐姐不会骗你的。那姐姐的妈妈回来了吗？你的妈妈回不来了。姐姐的妈妈就快回来了，就快回来了。快走吧，耽误太多时间了。一个又一个的出现，看不见失灵人的人带着我们走，线索又没有了。我觉得这不像是我妈妈在指引我们。那像是什么？越是没线索，越是真接近真相的事。要到山上啊，快到山上了，是不是？撞倒到地板上了。玲玲，你怎么了？低头快！好。哇哦，赶尸啊！埋在地底啊！玲玲，有东西在爬。别怕，不要看，抓住我的手。天下你在哪里？天下你在哪里？突然，一只温暖的手抓住我的，不是我的手。别放开！好好，不会放开。玲玲，别说话，你看，玲玲，那是不是在赶尸啊？赶尸。当天师的徒弟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一定是在这里面，我们要想办法进去。你又来了！你们回来了！我不要再看到你了，你又来。更新结局啊！你还是要妈妈的。更新的新结局。改结局啊！别走，别再走了。小美，你别哭啊，小美。哦，对了，我带你去找好吃的，找好吃的哦，就在这里面，来，里面，
你能进去这里面？对，就在这里，我带你们去哦，我带你们去哦。来，跟我来哦。要知道密道。躲在这里啊，就不会被发现了。待会他们走了，咱们就去找好吃的哦。好哦。不要，什么东西？会这样？师傅，村里头都找遍了，让他给跑了，都怪师弟都是他失手了。这怎么能怪我呢？消息说他在祠堂里头。我准备进去再下手呢，谁知道他跑出来了。师傅，我觉得这村子里有古怪哦。我早上去洗衣服的时候，衣服都不见了，都不见了。对呀，还有刚刚意识的时候，哪那么多怪事儿？不会真的有那个啥吧？胡说啥呢？只能看我们这一行最重要的是啥？装上农贵？是相信科学，不然咋骗那帮傻子的钱呢？师傅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既然生意都跑走了，咱们也赶紧撤。那边本来也打算收钱跑路呀，刚才又意外发现，让咱们去看看呢。那底下这个要怎么办？这个不着急，我们放长线，慢赚钱，来日方长嘛。那村庄打水的山圈还到不到胡大堂呢？不到了，把所有证据都抹掉。什么意思？记住，狐狸丸呢？除了村，什么意思？叫到不到堂？姓张，也不是什么天使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什么意思？要盗什么东西？我们得赶紧搜一下这屋子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吧。那个天师说的底下是哪里呀？这里什么都没有，难道还有隔间？可是，地下室的入口在哪里呢？有道理。哎，等等，死后奶奶呢？在这里。快来。在这里，快来！按门吗？这个呀，好东西，甜。小美不喜欢啊。没关系哦，你随便挑哦，拿一点点啊，不要紧的。来。
下去看一看了。妈妈，不给我们下去啊！别去，别去，里面好可怕啊！那个女人，那个女人出来了，不行，她不能出来。帮忙，帮我找找子浩。子浩怎么没有在他家？进去啊！什么？啊！救救我！我不怕，我跟你一起，拉住我的手。玲玲，你看地上有一条这么长的拖痕。玲玲，你看前面还有个木门。救救我。你啥想？啊！玲玲，后面。绑起来的人在用身体和下巴往前挪动。就在关门前，我看到他的下巴都被地面磨烂了，朝着这边爬过来。这新结局，这好像也是新的呢。玲玲，怎么了？什么人啊？跟我们对视的人，你看错了吧？我看到这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才进来的。玲玲，外边没声音了。那，你刚才看到的眼睛？什么鬼东西啊？
开棺材啊。黎明，帮我一下，把它打开吧。说不定他们只是把人转移下来，放到这个棺材里了。毕竟连人带棺材搬到二楼，再运下来，太过折腾了。的手镯，那是妈妈给我的。关老，扯住了我的衣服，别管我，你先跑。把脱掉。是村长干的吗？那快快报警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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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是谁？救！你是谁啊？等一下，你戴个手套，我先拍几张照片录个像，当做证据，免得破坏现场。有，他们还敢玩弄尸体，我太屌了吧，太勇敢了吧。旁边还有两个房间，里面会不会也吊着人？说不定我妈妈就……万一是祭祀那块木板呢？也没准棺材里放的本身就是祭品之一。推我，谁推我？怎么了？发现什么了？别说了，早晚都要面对的。没事，我已经做好准备了。小，
们坏我好戏。为什么村长会躲在棺材里面？这什么鬼东西？你醒了？我让你们坏我好戏，你记不记得？我要找个极品，要多不容易。还好，让我抓住了你们。的声音了吗？滴答，这声音多美妙啊！乖乖的，别急，下一个就轮到你了。什么鬼？他怎么会？躲在里面，这什么鬼？不行了，来不及，要上一个那个飞机。怎么了？别说。关手电。你们坏我好戏。保持安静。吊起来，出来！我们叫清修。怎么办？扔掉背包，打开背包。出来，滚出来！哇，天女散花呢，躲入房间。我们这样一味的躲避不是办法，得想办法逃出去，要不然分头行动，一个人吸引他的注意力，一个人想办法拿到钥匙。明强不行，难道和他讲理啊？他都快发疯了。这下你们跑不掉了。真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进来近，小心点。还能往哪里跑？村长不要这样了。先把手电关了，待会儿他破门进来的时候，就看手电晃他的眼睛，我们就可以趁机冲出去了。
等一下。靠腰。你醒了。靠腰被抓住了啦。烦呢、欸。这抓小。你们这帮。我们要不然勉强扯天下衣服啊！钥匙在哪？什么鬼东西？啊！这啊！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啊！你们这帮死，都丢飞吧！出来，滚出来！原来这，他把我的肩膀砍掉一半的啦！行了。肩膀就被他砍掉一半了。你们这帮孙子！出来！周旋。这两条不行，是妈妈留下来的。留下妈妈送，留下妈妈送的。滚出来！搞这点小把戏。哦，我好强哦！我一直砍我，不砍呢，被保安扳手了。老村长扔背包，还敢耍我？就在这里！推翻棺材，终于感觉是几个月了。十七个月了，教皇不知不觉的经营痛肉这么久，我们只要一味的躲避不是办法，得想办法逃出去。只剩下手机和扳手，分头行动，一个人吸。好啊，那扳手靠他。拿扳手靠他。先把手机关了。这种把戏有用吗？放出去！
敢把我的法阵毁了，我劈了你们！别过来！过来我就砸了他！别，别傻！你站着别动！好，好，我不动。你们先把扳手放下，不然我现在就砸了他。好，好，我现在把斧头放下，你们把扳手放下。你看，这个是出去的钥匙，你们把宝贝给我，这个就给你们。你别动！这样，我从旁边绕到门口，给你们看看这钥匙能不能开门。可以，但你先把斧头踢开。你们先把扳手扔了。可以。一、二、三。不要走有斧头的那边，走另外一边。可以。你看，可以打开吧？可以。他一直可以，可以。利刃呢？玲玲，抓住我的手！铜盘给我，快走！给我把铜盘给我，给我把铜盘给我。把铜盘给我，宝贝，喝豆浆呢？回来了，宝贝，宝贝回来了，宝贝。快走！快走！阿力！哦哦哦！村长在家吗？又有人来找村长了，是怎样啊？村长，村长在家吗？妹子，是你，村长呢？什么？报警了？那都是村长干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对对对，都是村长干的，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哪有这样子的？妈的，推荐责任呢？臭狗呢？他人不见了，我们来问村长张林还帮不帮？对对对，还有张天师他们也不见了。不是啊，他是村长找来的外乡人啊。他也是村长找来的，也是外乡人啊。妈的，一堆废物！那副棺材呢？昨天晚上女方的那副棺材呢？你们弄哪儿去了？
我们也在找啊。昨晚张天师让我们放在隔壁没人的院子，今天就不见了。肯定是大金他们带着棺材跑了，这个骗子。可是路不是塌方了吗？不是出不去了吗？没有啊，谁跟你说路塌方了？后半夜是出不了车，那是因为雾太大了，雾刚刚散掉，已经可以出去了。妈妈，妈妈！妈妈，你被带到哪里去了？被带到哪里去了？我找不到妈妈。Mm-hmm.